为那群被清军斩杀的将士祈祷，我看到满坑的枯骨，就又走到坑边四周，把希望之火燃起，为这些亡灵祈祷。把高油浇灌下去，有些人背部被砍伤，很多人身上有很多致命伤痕，没有被救助就把迟来的高油浇灌下去，希望他们的灵魂能脱离痛苦，得到上天的祝佑。我听见灵魂中有人喊，前面好像有观音显灵，这些人似乎在等候神灵保佑，教会前有圣母像，可能看到圣母像，为灵魂回不到故土的亡灵祈祷，导游将关在他们的骨头上，涂抹他们的坟墓和治疗他们的伤痛，点燃火光让他们看清前方的道路，前往耶路撒冷，前往圣城，回到天家朝拜耶稣，前往耶路撒冷朝拜耶稣。那里再也没有黑夜、苦难和战争，安息吧众弟，前往耶路撒冷，绕着光之城行走，永远的神光将照耀你们，洗净人间一切痛苦，安息吧，众灵。